来吧。我们会给海璐姐看台词以及看那个片段，后面几棒请戴上耳机。恩哥年纪大了，越来越像老爷爷。来，请播放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。这样，你就去学校笑一下。美的办公室、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，我也全都不放过。我气死他们！你们要敢这样给我上街，我现在就通知公安局把你们俩抓起来。没错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美丽不能掉。我小孩就看了这个。哈喽姐，你得带着那四重人物关系啊，传递开始。啊！停！开始了，这就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你们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。我们打扮成这样，明天要去学校秀一下。每个班我都要去走一趟，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，我也不放过。我气死他们！你们要敢这样给我上街，我现在就通知公安局把你们给抓起来。没错，哦，他爸的，没错。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美丽不能掉。经验之谈，前四句再来一下。你们这是干嘛呢？玲，你这门厅这是干嘛呢？我们是美丽二人组，我们打扮成这样，明天要去学校。我们是美人二零组，美人二人组。不如后面几句吧，后面几句。每个班我都要走一趟，每个班我都要走一趟。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。锅炉房、办公室、校长室。我们也全都不放过，我要气死他们！一个都不放过，我要气死他们！头可断，血可流。我们的也不能丢。向后传递。停！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哦，我们就要打扮成这样，明天去学校转一圈，每个班都转。锅炉房、校长室、医务室，这演得像爷爷。某公公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什么什么，我今天的发型可不能丢。啊，两个人是吧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应该进来一半，基本上。走走，今天我们来这儿。今天我们来这儿，可以去医务室、锅炉房、校长室、休息室。休息室。头可流，血可断，大喜不可乱。哦，呸呸，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他说走就走，走就走。可以去医务室，去医务室休息室。好，对，最后一棒。哇，太吵了！呸！这是在第几棒变成了一个公公的故事？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去医务室，跟我去医务室，体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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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室可伤，不是室可伤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我们的发型不能乱。发型不能乱，不能乱。好，传递结束了，到渐次了啊！来，渐次到前面来说出你最后听到的台词，我们来判断你对了几个字。那台词是：呸！李公公，你也有今天。呸！我都没听懂，跟我走，去体育室、医务室、美容室。美容室。什么单位？是个头可断，血可流，发型不能留，不就变成我的样了吗？发型不能乱，不能乱，发型不能乱。
好棒，总算自己圆的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最后剑刺回答正确了12个字。哇，也还行，也还行。一共有几个字？一共啊，晶晶，你敢问这个问题？你看一下海璐姐手里的台词。对不起，你这棒比往常的外国人还差呢。